早安呢、啊？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大家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洛。今天是一个风光明媚的日子，太阳蛮大的，好舒服哦。来到秋之恋一间简餐店，是沈约我来吃，然后我之前也没有吃过，应该是还不错。饿了，饿了，好，要来吃饭。上菜啦，鸡腿排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是谁的？杨丞琳，你也是鸡腿排？不是，我是真的。我今天点的是煎的黄鱼，黄鱼哦，看起来超赞。你也是爱吃 fish 的人？我爱吃 fish， 我也很爱 fish， 我也蛮喜欢吃 fish。在场只有一个人不吃 fish。好吃吗？应该很鲜吧、嗯、而且它你看它上面姜丝有多少，好吃，它上面姜丝超多耶、欸、嗯，怎样，很鲜嫩，然后没有车味，然后它的那个汁啊也不会到太重咸，就整个很舒服。有一个不要饭是小点心，对，好，你还是我，谢谢谢谢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很鲜甜，赞赞赞。他们是现点现做，对对，所以等的有一点点时间，但是很值得啦。哇，好好吃哦！然后试试看，嗯，真的很赞。你不是会加柠檬的人？因为我不想要沾手。嗯，那如果有别人沾，加可以。刚刚跟沈还有凡还有羊吃完午餐，我要去买菜。每次买菜呢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买什么，就买来买去我都买一样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很会煮。通常我都买一些高丽菜啊，然后萝卜啊，青菜啊。That's it。我通常都是带我自己的袋子，然后这个是我朋友店里的袋子，我很喜欢它，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厚板，就是装东西进去的时候不会整个这样垂下来，就还有一层保护住，还不错。我喜欢来这边，就是因为都弄得很干净，然后一目了然，肉也都分类分得很清楚，部位啊，然后。猪、牛、鸡、羊可能也有，就觉得都弄得很干净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。今天买蛮少的，就是高丽菜、金针菇、一些青菜。我最常买的就是青江菜，因为蛮耐放的。买完要回家了，你看它就是不会底部不会凹陷，这样很棒。大家早安，我刚刚就是把我的车牵来洗，因为实在是太脏了。现在我要去咖啡厅等，就是因为洗车子需要一点时间嘛，加上等一下11点我有一个会议要开，我要找一个咖啡厅坐下处理工作，这样。刚到咖啡厅，你怎么在这啊？我没有啊，跟我一样，你整组都跟我一样啊。我学人精啊，学人精啊，怎么了？我学人精到不行哦。今天点了一个沙拉，今天来开箱一下我最近新买的皮夹，是一个那个香奈儿经典的款式。我等一下呢就是要去牵车，然后原本我就搭 Uber， 刚刚阿姨就建议我说还是你骑骑看那个共乘机车 Vimo， 嗯，然后我看就有点慌张，想说 What is that？ 因为我本人大学毕业后没有骑过机车，大概3次吧。我依旧现在是每天都会骑机车的女人，然后她在教学怎么用 Vimo。 对，希望 Vimo 赶快来找我合作。 OK，反正就是按预定找我也可以，因为这个我们找他合作，找我合作。可是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会开始骑车，等一下来挑战看看。
这是我的车。哎、欸，但上面这个好好笑，我觉得刚才那台车有点太脏了，我怕，如果加上我身上没有纸巾，没有办法把那个鸟屎擦掉，所以我决定要换一台。好好笑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台应该比较干净。三，哎、欸，这应该在里面吧。好好笑哦！然后戴上他的帽子，哈哈哈哈！我现在真的是有点紧张哎，我真的蛮久没有骑摩托车，希望一切顺利。我平安的抵达了，赞，算是蛮不错的体验。现在刚到网球场，距离上一次打球已经是看有没有两个月，甚至更久，过年前，反正后来就是因为一直下雨，所以都没有打。我觉得我也是蛮疯的，因为现在正中午。日头恰恰呀，是这样讲吗？所以我就穿了长袖，因为我怕身体晒得太黑，然后脸又涂很多防晒。Anyways， 终于要来打球，希望我没有退步。下课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的教练。大家好，我是教练。那他呢？他本身自称是全台北最会教网球的教练。他是非常非常吵的教练。如果想要学网球，要戴耳膜来上课。耳膜请先增厚，再来上。好，谢谢教练。不要讲。如果大家想要上网球课，记得去追踪。TENNISD 线 T R E S 太强，直接讲中文的网球文化复兴，网星 I G 追起来。今天来到北投，北投这边真的超美的，我在这个北投。温泉博物馆附近，我后面这个就是北投温泉博物馆，绿意盎然的，好舒服哦。今天为什么突然来到北投呢？就是因为要帮一个很特别的嘉宾过生日，请你加入他。有特别吗？你要不要跟大家 say hi？ 大家好，我是国差。谢谢。反正国差就是要生日了，所以就想说。招待他本人，由于他平常对大家都非常的慷慨，就想说今天换我来招待他，来北投放假。谢谢，你好大方。谢谢。我们刚刚 check in 结束，然后现在要准备去房间里面看一下今天住的房型会是长怎么样。打扰了。こんばんは。楊さん您好。よろしく。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セバちゃん。你也可以叫我小洛。很高兴您今天来到加贺屋度过您32岁的生日。日本总公司得知。有这么重要的贵宾，于是就派我本人来为您担任今日的一日管家，同时将由我来进行房间导览。
上您好。怎么了吗？好吃吗？很嫩。好吃吗？唱歌啊。我们现在准备要退房了，想说退房前讲一下这次入住的感想。其实蛮喜欢的，就是虽然它比较旧一点，比起上次新的，但是这边我觉得更细致。有吗？就是服务吧。不会啊，新的也很棒啊。好，那就剪掉，都很好，让我觉得完全不同的方向。这边是传统的日式，然后后新诺亚是比较新颖的现代化日式，两边都很注重细节。然后食物啊，因为寿星本人样嗓本人不吃海鲜嘛，然后这边全部都是海鲜。但这边比星野赞的地方就是主厨全部换成别的肉类的料理，蛮感动。嗯，我也觉得会来这边主要还是因为瑞瑞一直狂推荐，他就说他来之后觉得宾至如归啊，然后非常的开心，他就一直大力的推荐我们一定要来住住看，所以这次就来了。现在要去吃生日餐，要去那个一个我跟杨桑都很想去的意大利餐厅，叫做 Tutto Bello， 然后好像是蛮有名的一个意大利餐厅。不是有人说是什么全台北市最好吃的？没错，有人就说全台北市最好吃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蛮期待的。今天来华山，我朋友约我来看胭脂扣的重映。很久没来华山了，这里的那个气氛还是很漂亮，很赞。我朋友迟到了，所以我要先去赶快去领票。我今天来 Old Sense， 因为他们礼拜五有一个活动，我朋友邀请我试一下礼拜五要穿的衣服。我们今天就是被邀请来一个我们不太确定是什么活动的活动。你现在是不是一头雾水啊？啊，我就听说有吃的，我就来啊。臭吗？对你来说，你有闻到吗？很好吃哦。虾壳的香味还蛮香。对啊。但是羊不能接受香。所以我现在就用嘴巴在呼吸，强颜欢笑，强颜。有嘞有嘞。47，我好像47没有哎。
吃饱了，大家都很累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拜拜。今天来 All Sense 的活动，然后他们在南港的瓶盖工厂办了一个特展。最后一天，我现在要去跟我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吃饭，现在就驱车前往，我应该不会迟到吧。要去的咖啡厅叫做两难，我也没有去过哎，希望是蛮赞的。我们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定12:30的位置，然后我刚刚问那个店员，他说没有我们的位置，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们漏掉了，很快，他说我们很快就到我们了，不要紧张。哦，哎，你是那个城邦孙艺珍吗？它这个鸡肉的量好多，好赞！它这边主要是卖咖喱，然后它的那个咖喱的酱是可以续。我妈一直叫我拍穿搭，好防御。对，我觉得主要是身高、身形啊，身形大家会很好奇，因为你照片看起来非常高，对，就是比例看起来就好。吃饱了，超开心的，很久没见了哈，很开心。再约，再约，好啦，反正今天就是3月的最后一天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月的 vlog， 拜。